民进党天王有人是忙着参选，有人则是忙着辅选。民进党将从后天6月1号开始要进行台北市议员的党内初选民调。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今天又出马替子弟兵王孝维辅选，谈到年底的五都，谢长廷有信心可以大获全胜。而且因为党主席还有秘书长都是候选人，未来他不排除要组成一个助选团到五都帮天王辅选。 现在跟廷市高雄亲信陪同着咱的洪浩维，大家咱五市场，现身菜市场拉票和摊贩跋钢筋，向廷带着子弟兵王孝维扫街拜票。就这么巧，同一条路还巧遇同选区议员对手高嘉瑜。加油哦，加油！毕竟都是同党同志，大伙礼貌性握手，向廷不止对子弟兵选情有信心，对党内年底五都的阵容更有把握。我认为五都都有希望。 谢谢，五都都有希望啊，不能讲三都。喊出五都全拿，沙场老将向庭也承诺不会缺席。因为主席跟秘书长都在选啊，那可能需要更多人助选啊，那大家加油，个别意志，那么集体发挥，这个是党的存在意义。尽管不坐轿，只抬轿，不过向庭努力走出自己的一条路，维持自己在党内的高度。民事新闻，谢嘉玲台北报道。